Let's go pink.志宏晚安，卡丘晚安，顾佳晚安，小霞晚安，少爷晚安，桃花哥晚安，烈哥晚安，陈大生晚安，青鱼晚安，岩崎ルカ是什么？延期留家什么意思？谢谢少爷送的是叶草，谢谢晚安，苏菊晚安，暗红晚安，猫先生晚安，旧晚安。初日晚安，冠宇晚安，大家晚安。嗨，谢谢谢谢送我普通钥匙，谢谢小翔送我终极钥匙。玉人晚安 ，Rock 晚安，日文教材。哦，已经出现了，是不是？恭喜卢卡今天出演了加菲斯，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西恩晚安。所以已经公开了，对，就是我们我跟麻油前辈还有美玲前辈三个人，我们三个人要有录一个日文教材，对，就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配音的工作，真的很开心。可是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什么样的方式，就是。对，什么样的方式播我就不知道了。嗯，严明日文教材吗？对，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说，你们知道是哪一家的吗？我一听就知道是卢卡，只好开始认真学日文了。对，可以有学日文的理由。那上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写文法，应该有，多多少少有，只是主要是我们用日文的绘画，嗯。所以你们已经公开了是哪一家吗？谢谢柯佳送我流星鱼。哪一家公司的吗？这个在台湾很有名。真的哦，还没正式公开就那教材社团放猜猜了。还没正式公开，我是真的不知道。可是他觉得 Festival 那边已经公开的话，想说是在哪边知道的？是 Asia Festival 那边，还是今天官网那边有？我们看到抽奖活动需要卢卡帮忙。嗯，关恒晚安。对对对，是那一家没错。可是有在写吗？可是你们怎么知道？今天看社团看到。出版社自己公布，那就可以讲啊，是不是官网那边，是他们公司那一家的人。对啊，他们曾经不是有来过我们的公演吗？可是看的好像不是 Daisy 集，嗯。安晚安，我看一下好了。对，我等一下要唱歌，唱歌。参加前先聊个天好像也不错。重色晚安，季风恋晚安。还要加群组，我画面截图给卢卡了。王可乐那边的 FB 社团部，那你们怎么知道？好厉害哦！诶，有吗？有写吗？还是找不到？诶，算了，那我去看小盒子。大家晚安。以前有个小兵有写关于 TP 的文章，原来是从那时候就有。对，可是那时候我们还没录，就是有，那时候就是有可能，嗯，本来就在社团中。哦，真的。谢谢九蛋。那你们怎么知道是我是伊瓦萨基桑？我在里面演了两个角色，一个是伊瓦萨基桑没错，还有一个是有一个留学生。嗯，
T 片运动会哦，现在看哦，我运动会的影片都不想看。卢卡的声音很明显，卢卡的声音很明显哦，真假的啊啊啊！了解，所以你们只有听我的声音吗？好好笑哦。那加达尼桑是谁呢？我还没公开的话，那我不先说。你的声音好认，另一个我不知道。好哦，反正到时候就知道了。对，你们可以传给我那个网站，网站，嗯，好，好厉害！大家听我的日文声音就知道我那是我的声音。公开才能凑50人开奖抽奖哦。初风，谢谢送我行李箱，因为我们不确定要找你对答。哎，不能说这样哦，不行，我还以为 IGN Festival 那时候公开的。哎，不行，答对50人这活动才能进行去啊，要公开我们才能抽奖，好吧？50人答对哦，反正就是讲日文嘛。你听听他的日文，他的日文有没有什么口音？你觉得那是台湾人讲的话吗？是不是还没正式公开？他公司的什么都没有跟我说。真的很讨厌欸！你们说伊万塞基萨，所以我想说，是不是那个影片已经公开了？因为我们有拍什么宣传片，对。然后我在那边说我是 Iwasaki 上的宫田流佳什么的，我还以为那个公开了，真的很讨厌怎么可以这样呢？大家，影片不是重要的，就是算是宣传吧，对。像台湾人就没有，像日本人就没。可是听声音就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还看不到影片，瑞卡声音那么明显，结果自己爆更。你们真的很讨厌哦，这样。可是这样想也很好，就是表示我的粉丝很多，大家一听我的声音就知道那是我的声音。对，Iwasaki桑的声音就是。他们说可以有高低差，可是我演另一个角色就是不能有高低差。你是不是都说完了？好像几乎都讲。好讨厌！可是你们这样应该不会答错吧？反正有没有提到我都去会看，我根本还没听声音的。哎呀，不能这样哦，大家真的不行。但是反正他们已经公开了跟 AKB48 Team TP 的合，就是一起工作，只是里面谁在演，这个就没有公开就对了，是不是？谢谢大家送我礼物，谢谢送我和你一起的呢。我是弗鲁卡老师。好，那应该不是完全不能讲。我们在猜那个代理厂是谁呀？也有可能是我啊。谁还没公开了解？反正你们就猜吧。嗯，现在是出考题，那个代理跟伊万萨基是谁？五十人答题才能抽奖，来不及了啦，卢卡。哪个代理商就你们就自己查，你们就自己思考吧。好的，那就开始唱歌吧。我要公开我今天要唱的歌单。对，这个歌单是6月20号前，就是跟我说卢卡可不可以唱这首歌的人。然后我昨天在练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的歌单竟然漏了，所以我昨天就我花一天的时间练一首歌，所以总共有14首，嗯，然后有一些歌我不知道怎么念，这次的歌单男的歌比较多，
对，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首英文歌，两首，哎，三首，哎，等一下，两首中，哎，三首中文歌，一首英文歌，其他都是日文歌。好，然后，好，第一首，哎，那得过那点的给，等我一下，我先查个字。今天唱十四首，对，我希望八十点前就结束，可是不知道能不能，能不能唱完？对，好，对，因为有些歌不是中文歌吗？然后我要查那个注音。对，这个应该要先查才对。谢谢你跟上一封信。好，十四首有点赶，我也觉得。那我赶快念。第一首是芭比的史进瑶，第二首是佐贺偶像是传奇里面的一首歌的样子，佐贺事变。第三首是 AKB48 Team 8的汚れてる，哎，不，讲错了，汚れてる真実。第四首是好像 Love Live 里面的原田海为的私たちは未来の花。第五首是江美琪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第六题是营养座的《夹贺人法帖》可能。第七首是五月天的《成名在望》，然后第八首是初音未来的《愛言葉三》，第九首是 Cliff Edge Feat 中村五子的《Endless Tears》。第十首是乃木坂46的 Romance no Start。第十一首是 Oasis 的 Don't Look Back in Anger。第十二首是 Macross F 的 Ending 的样子。May Un 的 Diamond Crevice。然后第十三首是 K-On 的一首歌天使に触れたよ。然后最后一首歌是我们的风岸男前辈的私は私。好，今天就这十四首。这歌单蛮跳的，那就是今天的歌单比上次真的有难度，真的有高很多，记不起来没关系。感觉歌单丰富还好，对，是没错，比上次多。我上次只唱十首，今天就十四首，那我赶快唱。这个结尾好哦，真的吗？对，我也在想，我应该要怎么唱比较好。桜坂的歌没有，我可以静静听歌。卢卡加油，还有 Uncle， 如果时间来不及就不用，我不会唱。希望时间这个顺序，对，是这个顺序。最后一首歌就是《我的喜欢的戏》。OK， 那就唱吧。第一首是芭比的史进瑶，呼，这首歌很像前阵子在日本流行的巴拉巴拉的时候，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是哪个？快点！歌单是你们选的，不是我选的。啊，对，我先查歌词。一二三四跳舞的 tempo， 摇着头儿摇着头儿的 tempo， 马吉归来马吉归来嘿更有啊的三声，我的情绪火热。活该，红桃姐姐。
姐快一起摇，黑桃妹妹快一起摇，摇到天荒地老，做一个舞后。红桃姐姐快一起摇，黑桃妹妹快一起摇，摇到天荒地老，奶奶一个苗。好，找到歌词了。来来天堂哟，这是台语歌，这算是台语歌吗？这首喜欢。大家第一次觉得什么？这首蛮好听，因为是我唱的。谢谢米酒，感觉蛮适合露卡的、啊，真的吗？谢谢那个，对，可是唱这首歌应该要就是穿比较算是性感的歌，就是去夜店的时候穿的那种。以前的夜店是不是播这首歌？OK， 好，下一首是好像是动漫歌，可是提这首的人在吗？好像不在。如果想唱什么都很上手。好了，我也没去过，没错。好，那就唱吧。第二首是佐贺事变。对。提这首歌的人好像还没来的样子，但没关系，希望他会看我的补档。我先找歌词。OK。
突然卡弹。OK， 谁还没来开始的妆？他好像比较帅。不是不是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不是不是他。好，我先唱。沙嘎嘎，沙嘎，耶！不是林果，不是林果。一人真空の唇に直した真夜中、今夜は来る来ないと言いたく、甘い花びらちぎってリンドンリンドン、心臓バラバラなりそう、囚われのどこか、チキラ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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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チキラ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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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チキランチキラン、少し八方美人ぶん、すぐに立ってる噂、ある堕落するならその手で奪って、もう愛情ぐるぐるこらえようなレイデー、違うし、あざこちょうちょう南部のジレンタイ、赤い生活で結ばれたい、水すぐに変わる境、地獄なんて言い切って、風あれあられ、ボンブカップの街中、黒き文句も飛び交い、私だけわからんの、すぐに来て塞いで罪の、そう県外はるばる乗り越えるドライを起こしやす涙両来百科の無限大、他に野球も無理されない、そのポカラカラに枯れる前に潤して、この恋恋恋しぐれ、不是 Joker Team、 チキランチキランチキラン、チキラ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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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到目前他还没来的样子，没关系。哒哒哒哩哒哒哒，哒哩哒哒哩哒哩哒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哩哒哒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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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孤独連着も報われたい、愛に焼けたさながら時は恋で落ち降りる、あざの頂上は無事一体、赤い生活で結ばれた、水底を見たわる坂、地獄だって言いに来て、風吹かれあられ、溺れたい、チキランチキランチキランチキラ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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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等一下哦， Joker Team 也是点这首，真假的？诶，等一下哦，真假的？等一下，其实这首是我，这首就是我昨天前一首选的歌，就是这首。对，然后就是昨天那个人就密我，然后就刚好看到，没有这，哎，真的，可是这边写 Jack Ting 啊，哦，原来是同一个人。哎，我以为这个人是那个，哎。
如果是不同人，我就不好意思说，所以先不说。就是洛开头的歌，哎，不是洛开头的粉丝。如果有看过这部吗？真的神奇，我没看过，是同个人哦。所以洛开头的那个粉丝跟 Joe Hurting 是同一个人吗？啊，啊，所以是同一个人。三站还是三站号吗？因为只有一个人选这首歌。好，算了。如果对他本人在就好。弱还是弱？不好意思说。哎、欸，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是 Joker T。每根对他没有跟我说他的名字，有唱他就好哈。这首歌超难学的，我昨天一直在听，然后这首歌我学。哎，这里哒哒哒里的哒啦哒，啦啦啦，嗦咪嗦啦，嗦嗦啦之类的，就是 word 上面直接打里面的那个音，因为已经来不及听了学，所以只能用打的。这首很快，真的很快。对，可是对唱的比十景也好一点。啊，十景也要改。十景也要我前就是有很多练习的时间，可是练习的时候唱的比较好。好，那就下一首是 AK48 的キダレティル真実。我 IG 更烂，同一个名字啊，真的吗？可是这边写 Jack 啊，你是 Joker， 我真的以为是不同人。OK， 对啊，就算知道也不要说是谁点的。OK。这滑鼠该换了。舞蹈很好看，但我不会跳。美しいものだけじゃない、大人になればわかるよと、いつか誰かから言われた。あの花の裏側だって虫に食われ朽ちていたり、どこかに。Thank you.
里了？好，从这里。谢谢，我进版了，耶！没事的，我会继续唱。刚刚的这一首是 AKB48 Team 8的《気がれている真実》。OK， 那下一首是 Love Live 的歌《私たちは未来の花》。对，现在不认识我的人都来看了，应该唱中文歌才对，可是没关系，我就照着唱。这个有 KTV 版，我就唱 KTV 版哈。IG 名字拼错，抱歉，好，没关系。记得我的心的寂寞。这首歌也有一点点难。
感じた場所に行きましょうか。さよなら。虽然我是 Love Live， 可是这首歌我就没有印象。我唯一有印象的就是熟悉的我的膝盖记得那里。我想不到那个。君を咲いて熱い希望の果て旅立つこの皿目の輝きは風の彼方いつか答えが満ちてくる優しさを忘れぬように咲きましょうか。そして私たちは語り合う明るい明るい未来の花。そして私たちは語り合う再び会えた時は変わるはずでしょう。新しい二人に谢谢海豚的守护，谢谢。这首应该就只有游戏里面有的歌吧，应该是。现在唱到第四首，对。那下一首是江美琪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我看一下，点这首歌的人好像也没有在这里的样子。我刚没看到你。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小吃很特别，这里的蓝天不像水，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在一万英尺的天边，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在讨价还价的商店，在凌晨喧闹的三四点。哦，在，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电话再甜美，传真再安慰，也不足以应付不能拥抱你的遥远。我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一个人过一天像过一年，海的那一片乌云一整片，我很想为了你快乐一点，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谢谢。哦，还好他在，我知道他，我知道他点这首歌。刚刚可能就是刚好没看到他名字。对，你们怎么不在我身边呢？好，第二次是跟第一次一样，所以我唱合音。这里的空气的天边，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在讨价还价的商店，在凌晨
觉得不错听，可是我就选我自己觉得最好听的，对，而且歌词也不会很难，谢谢，谢谢的，对，要感谢他，谢谢 Jacqueline 送我的烟火，谢谢。卢卡晚安晚安，唱的比原唱好听，真的吗？好，那下一首是今天的大魔王加大魔王之一。关于还要提哪两首？突然忘记了。我就是我在 YouTube 里面，可是我有点忘记歌名。但是三首我都没听过的歌，嗯，对，今天的这首大家提我的这首歌，都是我没有唱过的歌哦。完全没有一首就是我平常在听平常在唱的歌，所以学的比较困难，但是其实都很好听，嗯。OK， 好，假贺来喽，假贺。对，今天的魔王是佐贺偶像是对佐贺四变，还有这首，还有后面有三首大魔王。可是这首歌超好听，等一下，歌词我忘记找歌词。sorry OK， 对，都是贺。Thank you.
水のように激しく花のように激しく震えるやんばる貫いて定められた涙を瞳の奥閉じてもあなたをまぶたが覚えてるの。欸好像真的不在耶，好难过。我这不是来了吗？啊，我没点。水のように優しく花のように激しく震える刃で貫いて定められた涙を一人で僕としても明るい獅子を止められない。水のようにこぼれて花のように散りゆく儚い消して定められた二人を青い闇が裂いてもあなたと迷った隠れ山で。電腦断機了。谢谢小猪送我的豆，带我去流浪。没关系，我都会在。没有，我刚有看到，我刚有看到。后来他有帮我留言，对对，还好他有来。对啊，今天谢谢小俊的麦克风，这首真的有点难，但是很好听。还是就可以先点名，好像可以。不在的先跳歌，在后面会不会出现？好，可是这样我这样是不是被大家发现谁点这首歌？好，那我等一下会唱今天的最大的魔王成名在望，那个人在吗？可以不用特别说我在，就留个言就我就看得懂。谢谢草莓教授真心告白。谢谢小玉送一封信，超喜欢这个五月天的，知道没关系，好像不在哦，嗯，我们会听，不知道在陈明在吗？真的蛮难的，对，谢谢开心送，看好你 ，OK， 哎，我刚有看到，我刚有看到留言了，好，那就唱吧。OK 可以，好，然后我要先找歌词。今天一直在卡痰。OK， 加油。掀开时差，那不是遗忘的时光，起点是那平凡的成长，我初学吉他是少年们的模样，那一年的舞台被掌声没聚光，只有盆地边缘不认输的倔强，排练时的日夜在争论在激荡，是欲望之徒是无退路的彷徨，脑海的终点可有光，那夜空尽头可会亮，那春天在我会有希望，或者是无知的狂妄又会怎么样？那又会怎么样？等结果就藏的主场，再读懂人心的寻常，
背负过音乐界的重量，才体会每盏盏都眼泪像雨量，默许把热血澎湃与泪熬成汤，浇灌在干涸的贫瘠的现实上，带遗传的重量让我们不反抗，到地后才发现换地上流满希望绽放。过了摇滚或转向美术和理想，平坦或穿墙，道路上只能看远方，最远的地方允许的塌方不停冲撞，看过多少脸庞，飞过多少异乡，少年早已走的流浪，那里干涸空干，一片又一片的采访和空房，一双又一双的目光闪着绿和高墙，下面的风光是不是如的出现上黑的冬天更有光，那夜的尽头更温亮，那生命在望是否疯狂，或者是疯狂的火光，那又该怎么样，那又能怎么样，好难哦。这首你说实话，我唱一唱，我有点不太懂这首歌词的意思，所以我可能对再唱。是谁能忘那路的尽头？谁在唱？是谁在望？谁失望？谁更多的谁在盼望？那黑夜中间的有光，那夜的尽头间。在望，不管真相，如果你是此种信仰，谁又能怎样？谁又能怎样？就能飞翔。要多认识五月天才会知道歌词，了解，难怪对，其实我可能要多多了解五月天，对，可能融入不进去歌中。所以你们唱这首歌可能就真的有超热汤。对啊，这首歌可能就是五月天他们唱才会觉得很好听。这首是他们的心路历程，了解。那难怪歌词那么难。冰雨线送麦克风。你有去看过？我不太知道五月天，对，我只有管乐社的时候就是吹过他们的歌，可是歌词就没听过歌词，就只知道恋爱 ING， 可是现在就我多了一首知道的歌，就是这首。完全不敢唱这首，对，我相信连我都觉得很难，我相信一般人应该会觉得更难。对，五月天的主唱是阿信吗？真心觉得他很厉害。哇，这首的词很有意境，了解哦。很可惜我不是台湾人。对呀、如果我真的可以理解这首歌词的意思，我唱的可能就是
完全不太完全不一样，一定有那感觉。作词也是他哦，啊对对，怪兽是队长，这个我知道。好，但这首蛮好听。我看 MV 就是，虽然我听不懂歌词，但是就是有一种好想哭的感觉。这不会吗？谢谢大家。对呀、啊，这首我再练练看好了，说不定我下次唱的时候跟现在完全不一样。OK， 那对我原本就是弹完完之后就先休息一下，跟你们聊天，知道歌词会更有感情一点。对，一定有的。对，下一次。这首有拍很多版 MV， 可以推荐看看。哦，好，我只有看过五月天，对，五月天他们的 MV。我是感冒，我今天一直在卡痰。听卢卡唱五月天，突然好难过。年初的演唱会演到年底，哦，所以大家都是他们的粉丝。对，我的朋友也是他们的粉丝。MC 要聊什么呢？今天的 LGR Festival 有看吗？我是没看啦。低音的歌不要，先不要好了。年底的月天演唱会不知道能不能看。台中场。还有看到 Luca， 是怎么出现的？对，我还以为 IG Festival 那时候王可乐那边说，还是觉得很可惜。本来有现场我都可以参加，对呀。还以为今天会有速报，你也太鲁卡哦，运动会的影片哦，哦，那个有我吗？好像几乎都是前辈们呢。学唱歌的经历哦，我从小就喜欢音乐，然后就自己学自己学。可是我一开始学的是音乐课会教的那种合唱的那种唱法，全员都上了，还要努力找一下 Luca 的声音，谢谢。如果是孟志松的话，我应该几乎都，我的位置超级后面。你特写有出现几秒吧？几乎没有诶、欸。孟志松的话几乎真的没有。Only Today 的话有。可是真的只有一两秒。嗯。平均一首练了多久？哦，这个可以讲哦。最久的是这个。最久的是五月天这首。再来我想一下哦。啊、哦，再来是下一首唱的歌，错了呢。有一段四人的比较明显。梦之路公立特队辛苦卢卡了，不会。对，但是歌都是好听的，所以不会觉得，虽然很辛苦，但不会觉得很讨厌。对。然后学的最快的是乃木坂那首，如果是只有今天的歌单的话，对，乃木坂那首，还有K-ON 的那首也很快，就是主要是日文歌，对，最短的歌就是这些。你主要花时间在歌词还是旋律？旋律的话，我会先打有些歌，我先打在就是 Word 上，先打歌词，然后下面写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所以虽然我现在这样唱，但是如果我没看歌词的话，我完全没办法唱。对，时间太短了。
我都不会点太难，就是比较麻烦的是，像那个佐贺事变呢，就是有些旋律它第一次跟第二次唱不一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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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之类的，这种就比较麻烦。嗯，啊，没有，最短的是应该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因为第一次跟第二次歌词跟旋律是一模一样，对，这时候就蛮简单，歌熟悉就可以试试看不看歌词。嗯，现在都不熟悉。我练习时间只有一个，最长一个礼拜，最短就一天。嗯，我都贴心点你听过的歌。没关系，那不就是要即兴。嗯，好，那就继续唱歌吧。下一首是《愛言葉3》。找歌词，啊啊啊啊！思いの冒険を忘れずに全部言えるから、君から聞きたいよ。何回目の僕に出会った。僕は変わりました。新しい君に出会うために久しぶりだねって言えたなら、ここで泣こうか。好きとかって嫌いとかって何度だって愛を歌う君が恋しくって、嘘じゃない本当だよ。また出会おう、僕らにも綺麗って家に戻って、何回だって間違ってきたよ。消えない後悔と冷めない感情で恋をリブートする。ほら一を嫌ってまた2に戻って、3になって愛を繋いでいこう。言いたい感情は伝えたい、正解はたった一つだけ。ありがとう。喉がやられてることに気づいた。頑張ります。思いの冒険はこれからもちゃんと続いていく。3と9に乗って言葉とか飛び越えちゃって、君も変わりました。新しい誰かに会うために大人になりました。それだけでいいと思えた。好きとかって嫌いとかって何度だって愛を歌う君が恋しくって、嘘じゃない本当だよ。また出会おう。うんね、不错耶这首歌。这首歌很可爱。これまでにありがとう。いつまでも君とこんな
なかった別に。ルカチン三三後睡前骂我バカ。恋をしてバカ。いやー、我应该要买喉糖才对。应该是唱甲贺的时候喉咙快不行。谢谢双鱼送烟火，谢谢烈哥送我海豚守护 plus， 谢谢。等一下，还有三首大魔王。对，这首歌学的也蛮久的 ，Endless Tears。谢谢烈哥送我海豚的守护 plus。再一下歌词。君の心に包まれたまま愛を誓い眠れない夜何度過ぎてもね受け止めて今すぐ会いたい涙止まらぬ触れたくて好きだから苦しくて君のことを思うほどこの涙こぼれるのこのまま会えないとしても誰より好きだから男生的部分要唱要バイバイ先したばかりなのに会いたいがまた溢れるの消えてしまいそうなあの日のワンキス君からのメールを待つの君と会えばせばタイムリミット二人の時間大事にバイバイしてもまた会いたい君とのメールでまた再会景色街はトワイライトいっそのこと君も奪い去りたい君のぬくもりが消える頃君から覚めれば現実のドールのこと思うほどこの涙こぼれるのこのまま会えないとしても誰より好きだからすぐ会いたい限りあるタイム永遠の愛信じてはみたい離れること考えると胸が真っ二つに叫ぶようにたい可愛げなフェイス夜が明ければ引き裂かれるカウンターのようにブレイク Love you baby love baby 言葉はフリーズ今日が始まったまた I see you 思えば思うほど降り積もる愛思えば愛を痛いと強く願うほど愛しくさえ見えなくて見つけるまで離したくはない離れたくはない Love you baby Love for you 君を離さない君のことを思うほどこの涙こぼれるの明けない夜の中一人君しか見えなくて涙止まらぬ晴れたくてだから苦しくて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练习的时候唱的比较好听，尤其是 rap 那边。学了超久，哎，我可以再唱一次吗？可愛げなフェイス、よく開ければ、引き裂かれるカウントダウン、夜にブレイク、Love you baby, love you baby、言葉はフリーズ、今日が始まった、またな、See you。あー、好難過。之後再唱一次好了，這首歌。嗯，不是今天。哎呀，不，我们先清掉自己的气，再，谢谢卡丘送我舞台公演。哎，咱们还有五首歌哎，我的喉咙 OK 吗？希望可以。耶，好，继续唱吧，我怕来不及时间，那就赶快唱吧。等等。Night Move on 46, The Romance の Start。Oh,
什么？我刚刚是不是没有讲到？感觉送我很贵的礼物。谢谢。好，下一首也算是魔丸吧。英文歌。谢谢 Sega 带我去流浪。没有吗？好吧，我这边看到 21.5K。 OK， 继续唱。怕来不及。
前半段也是也有魔王。谢谢你哥。神様に恋をしてた頃はこんな別れが来るとは思ってなかったよ。Thank you.
边，我直接唱副歌的歌词。我就想说，刚刚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是这个歌词？谢谢你歌颂我啦，永恒。等一下大家都点很难的歌，好讨厌！我练习的时候真的不是这样。但是对，一是准的，一是准，歌词唱错，有一点可惜。谢谢重生送我的骰子歌，谢谢思琪送我列车旅行。好，那就下一首是今天这首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好，那就让最后两首算是 encore 曲吧。K-On 的天使你可以带哟 ，start。对，有可能是紧张。音が鳴り、あった。素敵な天使
し卒業は終わりじゃない、これからも仲間だから大好きって言うなら大大好きって返すよ、忘れ物もないよね、ずっと永遠に一緒だよ。我今天红包都抢不到哎、欸，谢谢青云。哎、欸，不是不是不是，啊，最后一首歌了。峯岸前辈的《私は私》，我就是我。对，刘家就是刘家，我就是我。只是麦克风没电了，先充电一下。很多人来看卢卡城，对，现在有快200个人，好多人哦。可是最后一首歌了，谢谢曹先生的红毯，有可能。啊，我先回答问题好了。对，一等呢？哎，休息时间。谢谢 Sega 送我海豚的守护。OK， 公式介绍说唱歌 Luca 可以唱三个八度，可以从哪个音到哪个呢？还有包括假音吗？有没有试过真假音可以唱到哪里？那就唱一下吧。我有下载那个钢琴的 APP。等一下，没有音。谢谢德选手麦克风。等一下啊、哦！六，歌全完，结果问题要用唱的。自己认为我可以唱到 D3 吧，或是 C3， 差不多是这个音。嗯，可是 C3。我没办法一次就唱 C3 的音，而且会有一点夹杂，所以可能就是 D3 吧。这是 C4， 哆哆。谢谢鱼怪送我列车鱼心，那就慢慢下去。哆西拉嗦发咪哆。啊，C3 有点难听，那就只能唱 D3。嗯。然后高音的话，哦，现在喉咙超级不舒服，所以虽然有点不太想唱，但是我自己如果包含那种叽叽的音的话，应该是可以唱到 A6 这个音，但是我没办法用这个声音，这个音唱，我可以魔笛那个。魔王知道吗？魔笛吗？哎，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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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那个，哒哒哒。等一下，我自己弹就好。应该有听过。那时候的最高音是这个 F6。这个我可以，可是好不好听就是另外一件事。下次就点说不要很难，那时候很难呢、欸。对，所以，对，16我确定可以 ，F6以上就有点不确定。对，所以我的音域就是从 D3 到差不多 F6。OK，
好，休息时间结束了，那我就继续唱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就是我。麦克风突然没声。OK。今の道はいつか望んできた道なのに、風が少し吹いただけで不安に思う自分が嫌い。あの頃に見ていた夢は眩しいくらい
谢谢瑶瑶冰可乐送我好右上，谢谢卡丘送我戳戳泥。谢谢 Killer 送我海豚的守护。优卡今天的口红好好看，可以肚子好啊。辛苦了，辛苦了。卢卡超可爱，谢谢。要安可吗，大家？谢谢重生送我救救你。虽然我可能没办法唱的就是很难的歌，但是就是可以不用不需要技巧的歌。很好看的颜色啊，谢谢谢谢可乐的口红，那你们帮我喊call哦。你们记得帮我好喊call。谢谢 Sega 续费 Gray 的粉丝团 ，Uncle Lu Uncle Lu Yeah， 不用技巧，哈姆太太不是不行，哈姆太太上次唱完了。谢谢紫福的守护灵，好，我唱这首好了，大家最近应该有听过，哎，应该我应该可以唱了，应该可以 ，OK， 谢谢 Ingo 送我啾啾泥。好，这个就不用麦克风，会丢彩带不用，没关系，大家。谢谢你看上我的守护灵。ちょっと前悔しい。赤字塗っても治らない。谢谢小小带我去流浪。うまぴょいうまぴょい。对，我好想玩这个游戏。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耶。好，今天就差不多这样咯，大家辛苦了辛苦了，我会好好保养我的喉咙。OK， 啊对，然后我还有三首没有唱，这个的话
其实下次就有点早。嗯，就是我可以唱的时候就唱好了。有可能是下次就直接唱一首。对，辛苦了，不会。VPN 还蛮好玩的啊。对，我想问，那个游戏是我们要当马，还是我们是养马的人，还是我这个游戏是他们在跑步，我们猜谁是第一名，谁是第二名这样的游戏吗？小妈妈是没对啊，我们是训练员，我们是训练师，培养马。那可以跟马谈恋爱吗？还是没办法？希望第二届鹿港个人演唱会早点到来。对啊，这个月应该不会，要的话七月。嗯，七月三十几号吧，我也不确定。嗯，应该是一个月后，看剧情哦。可以泡温泉，可以泡温泉，可是不能。你怎么会当马？没有泡温泉。你为什么会想跟马谈恋爱？不是，可是通常这种游戏不是跟那里面的人谈恋爱吗 ？Idol Master 不是这样吗？哎，还是不是？我记得 Idol Master 也是跟什么 P 三啊，然后就是什么。谁会想跟马泡温泉？没有，他们不是马，他们是马娘，不一样。听说马娘里面，马娘的世界没有马，马娘不是马。你这样好像有道理啊，想跟马泡温泉，应该是帮他们洗吧。可是你们有看过马是怎么洗澡吧？就直接帮他们喷水。就开始是白马王子，对呀、啊，现在是马娘。如果有什么马儿子，我一定会玩，我一定会玩的。马少年，那卷有够难抽的，马会少两点。七月没有三十号呢？哎，真的吗？有吧？哦，你说哦，没有三十一号，了解。会用刷子不是？我记得是喷水啊，然后再刷刷。白马少年，白马王子，对啊，可惜是只有女生，虽然女生的也很可爱。我下次为什么会戴马头？可是这样我就不知道那是你哦。戴尾巴跟马，还是我们都当妈妈是没？你们当妈妈是国就好。瞎擦购物，先把马头放购物车。马头不要，带马儿就好。马娘里面喜欢哪一只呢？我看一点，目前喜欢郭德西。我本来就喜欢郭德西不？对。可是听说动漫里面的他的角色有点怪怪的。声优都戴耳朵而已，对呀、啊，你们不用戴头套啦，这样会闷死哎、欸！你们要怎么戴那个呢口罩呢？该下定吗？我担心吗？真假的？黄金穿，对，马里面最好热，黄金穿很可爱哦，他是可爱的角色吗？马尾是真的马尾，很难养哦，所以每只马都有比较好养的跟不好养的，是不是？黄金穿现实也很强，对，我只知道现实的。所以听说动漫里面的马就是过得喜会更强。下次为什么会户外的可能性也不高？嗯啊，不低。口罩当然是戴马脸上。想陪车赛妈妈，那我想那六子那集，怪怪的角色很符合卢卡，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看的可爱。了解，我还以为顾鲁奇是女生比较喜欢的角色，原来男生也蛮喜欢他。
好吧，真的，今天就真的到这里了，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对，快要两个小时了，环境算超强的，现实的很强。对啊，都游戏里面也有分谁比较强，谁比较强吗？还是我玩就知道了，嘿嘿，我玩了就知道了。辛苦了大家，辛苦了，辛苦了。然后今天的那个排名我看一下哦，等一下下哦。游戏也很强哦，总算喊到俺的爱巴嘎，我有听トレーナーバージョンで。俺の愛バカ、ズキュンダキュン、フフン。对，现在，那现在时代不是哈姆太郎的，现在是蛮。现在是五毛飙一点词词，现在日本人就是一听这首歌，大家都然后绕圈圈，然后在那边呼呼呼呼，我也好想好想跟他们一起玩呢、啊。我、哦、今天好多、哦，谢谢大家送我好多好多钻石，好多汉花感。我看一下今天的前十名。哦，这能量花用完了哦，我还没用完呢，我确定已经没办法，嗯，我现在只有500块而已。作曲家是喝过了才写出这首歌，对，听说，他一开始就是，一开始写的歌被上面的人说不行，然后他就疯掉，直接喝酒，然后就写一写。难怪歌词那么奇怪。如果要发红包吗？哦，可以可以。好，大家手手准备哦。没喽。好，我自己也抢。好吧，抢不到。没事，你们抢到就好。今天的前十名是哪一位呢？在哪里？卡丘欸，开心！难得入卡炮，我居然抢不到，哈哈！没事的，下次应该可以吧。お疲れ様でした。ありがとう。塔瓦居然是幸运王，拿到入卡的幸运闪亮花。对啊，还有我刚刚拿到这个特效，好可爱哟、哦！可是这个只能用到7月7号的样子。好吧，纪念。どこ行った？你有点我的歌，收到凡莎，当然也回馈。哦，原来，那、啊、我下次一定会唱得更好。对，其实，对啊，今天的歌单，我觉得都很好。今天的歌都很好听，只是有些歌有真的有点可惜，嗯，啊，虽然我练了很久，但是就是跟这个就跟一般的演唱会一样，虽然练了很久，但是一上台，有时候还是会错的，可惜可惜，下次会更好。开心笑笑，哎，旅馆我刚刚发现了，有点累，终于看到露卡的鼻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呢，嗯，等一下，我先写卡丘，哎呀，
个现在跟一只潮汐的 Pokemon 有点像哦，真的吗？每次都有进步啊，很棒，对，下次会更好的。哎，其实，很久。等一下啊！哦，看错了，呵呵。え、ここ本当時間かかるね。ごめんね、みんな。这边真的花很多时间，大家抱歉哦。应该是这样，对。OK， 不是，我刚刚忘记放笑笑。哎呀，哎呀，可能今天的第十名是旅冠，谢谢旅冠。第九名是开心，谢谢开心。第八名是卡丘，谢谢卡丘。第七名是 Lingo， 谢谢 Lingo。第六名是橙色，谢谢橙色。第五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四名是笑笑，谢谢笑笑。第三名是 Joker Team， 谢谢 Joker Team。第二名是帅爷，谢谢帅爷。第一名是苦哥家，谢谢哥家，ありがとう。没事没事，笑笑不要走心。其实今天。第十一名是小翔，小翔跟旅冠只差六颗而已。ありがとう大家。然后对，我再感谢大家，谢谢来看我的个人演唱会，然后谢谢帮我提很多好听的歌曲，虽然有些歌很难，但是也是还是很开心啊，对。对，那首歌是好听的，嗯。谢谢卢卡，超喜欢卢卡的歌声，晚安辛苦了，谢谢帅爷，お疲れ様でした，谢谢小翔，今天上班是对，真的，谢谢卡丘，谢谢笑笑，谢谢安，思琪，谢谢变成，谢谢你们辛苦了，刚听马言都忘了丢你，哈哈，没事没事，你是很努力的喊，我连都爱八卦，我知道，没事。今天听得很开心，谢谢卡丘，亚索辛苦了，坤坤谢谢，波达谢谢，哎，开心辛苦了，今天很开心，谢谢小男生，小猪文，哎，OK， 大家拜拜，下次见咯。卢卡辛苦了，晚安，拜拜 ，Rock， 下次是我看一下啊，下次应该是礼拜二吗？对，如果下礼拜没有什么就是意外的话，应该是，对，应该是6月29号晚上8点半。OK， 拜拜，爱你们，真的感谢大家。如果下次又开始点，就是需要要点歌的时候，我一定会跟大家说的，嗯。拜拜，11点重唱见，应该不会了。拜拜，爱你们，应该不会了。拜拜。